西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南州姐，其实我就是在很正常的给她化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用的什么化妆品？化妆品弄在那儿。来，西姑，给我化个妆，用同样的化妆品。愣着干嘛？等一下还要录节目呢。抓紧时间吧。颜黛，美妆蛋给我用一下吧。画完了是吧？你看啊，这化妆品没有什么问题，西姑呢也不会做故意伤害你的事情，这就是个误会。你脸上应该就是过敏了。西姑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们演员化妆这么不小心的吗？徐志毅，咱们是来录节目的，不是来演功怒剧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颜黛，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严老师，严老师，那个车安排好了，那个脸还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们去看一下吧。韩董，我说的哪里有问题？这个人就是个新来的，而且姐姐的，我陪姐姐去医院。